新大桥，不是老大桥，为什么又要把我的 phone take？ 看日本修的桥。去哪里游泳？这里肯定是不能游泳的，这个是宾馆。我们到宾馆了，这个宾馆漂亮吗？阿明，这里面有游泳池吗？有啊，选这里就是因为它有游泳池，有游泳池，饭还不错。但是我的包从哪里去了？呀，这边还有个小喷泉，还挺乖的。啊，找到，阿米的那。戴口罩。哎，一样的。对呀、啊，都是一个大床配一个小床，你看还有个小厅。其实$100多一个这样的房间还行。忙于做奶粉的爸爸。艾瑟就说：“我要睡这边。”嗯，那奥米跟着我在那里。睡。哎，看，再看装一百人。这么轻松。那是没得没问题。对啊，这我这个叫我。你看，在这儿可以看到尼罗河，这个风景还是很美的。嗯。您不吃饭，吃饭去，咱一块儿。买点那个香蕉，你看，我得围着你。完了。完了。哎呀，你看看这个猴子。嗯。这花儿没让你看。嗯，反正这风景是很美。艾森，你知道这是哪儿吗？尼罗河。可以啊。要去那个玩的地方看。这里好多人，你没法去玩，艾斯特，你还没有口罩，你看，是不是？咱不去了吧？咱走上面，走上面，咱走上面，艾斯特。对呀、啊，好多人，咱们就不过去了，好吗？我不是等着你的吗？明天咱们过来游泳。在那边。你们上去了。
特别容易灯光晚餐。这宾馆不错，是不是？设计的很人性化。嗯，掉了吧。You pick after drinking, after eating your milk, okay? 凯尔斯，你能回头让我看看吗？艾斯达 ，Goodbye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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Goodbye，Goodbye，Goodbye，Goodbye。Oh, don't scare me. I'm not here to capture you, baby. Thank you. Goodbye, monkey. Goodbye, monkey. Goodbye. 应该说 goodbye. Goodbye, monkey. 那我们走吧。看不到。那猴子，那给他了吧？嗯。啊，给他。哎，还是后面这个你还坐他的车里吧？